生殖細胞的突變呢，其實源於家族一個遺傳性的，可能由父親那邊或者母親那邊呢遺傳了在自己的基因裏面的，所以呢自己遺傳了的話呢，其實呢也有機會遺傳去下一代這樣。那呢那個基因突變呢可能在身體即不同的細胞都會有的，所以如果去測試的話呢，其實可以在身體的其中一些細胞，例如容易一些攞啲就是抽血啦，或者在口腔的黏液咧里边咧，都可以测试到呢个遗传嘅细胞嘅。体细胞嘅突变咧，通常就喺个肿瘤里边发现嘅。咁咧呢个就冇具遗传性，咁通常就系个肿瘤细胞咧自己即系有一啲细胞嘅突变啦，呢个BRCA嘅基因突变啦，而形成呢个肿瘤嘅。咁所以咧，就算喺嗰个肿瘤细胞里边咧揾到呢个基因突变咧，都唔代表佢下一代即系其他屋企人咧会有呢个基因突变嘅。